欢迎收看《筹码赢家》，大家平安。来，各位，3211的顺达，今天第四根涨停板；4931的新胜利，今天第三根涨停板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哈，我不是一个很会行销的这个老师，其实我们在做分析的过程当中，我重视的是我们怎么帮会员赚钱，这是我的专业。那我们常公司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公司总经理就跟我讲说：“哎，微博，你要会行销啊，我们是在收会员啊。”其实很多时候，我觉得做人应该要第一个要实在，然后要善良。那我不晓得我要怎么跟各位表达说，我们真的有能力带大家来赚钱。如果说我带各位做的股票可以连续三只、连续四只涨停板，在这种大盘在拉回的格局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办得到。各位，其实微博老师是值得你信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的每一档股票，都是我真的有带会员去做操作的，不然我不会在节目里面讲。好，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下各个股票的部分了哈。我们先讲到这个大盘好了，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台股还是蛮担心的哈。今天台北股市还是一个震荡整理拉回格局，那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涨了64点，但是收盘又跌了121点，昨天跌了将近快600点，今天又跌了100多点，很多人其实是没有信心的哈。各位不要失去信心，这个盘它没有走空，这边的拉回是让各位去选择主力股、筹码多方的股票去做买进的动作。如果微博老师都可以去买到连续三根涨停板、连续四根涨停板的股票，各位，我有我的方法，我们等一下再从这个股票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个详细说明。我们先把大盘讲完，我知道大盘很多人都很担心哈。来，我先给各位看今天我给会员的第一通解盘讯息。今天是11月13号早上9点13分，同样我看完这个盘势之后，我就发给我的会员。那如果说你之前有来加我的这个赖好友，你来跟我索取这个第一通的这个解盘的讯息，我们也可以免费送给你。好，那今天早盘我怎么看台股？从整体的筹码来看，目前持续偏弱，所以台股还会拉回震荡整理。好，其实今天盘市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人在期待说，因为早盘震荡整理的时候其实是有做翻红的啦，然后盘中一度也有涨了64点，很多人在想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止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的不是涨跌，我不管是操作股票或者是针对台股目前的现阶段的一个看法，我们看的是筹码，我看的是量价筹码，因为这个东西才可以真实告诉我。就比如说今天开盘的时候，我就说今天还是什么，还是拉回震荡整理的格局。好，早上9点13分我们就跟我们的会员讲了，所以其实这个行情下跌应该其实并不意外，对不对？其实上个礼拜微博老师就说这个盘势会拉回了。我们从11月7号来，各位，这是2024年11月7号啊，微博老师给会员的传真稿。那当时我们的标题就是直接下台股接下来还会拉回整理。好，我连续两天，包括11月7号、10月8号，我们都是跟我们的会员讲，我说台股接下来会怎么样，会拉回整理。那这个行情拉回整理，所以其实并不意外。很多人看到拉回的时候会很担心、很害怕，说：“哎，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现在又跌了，面临到就是说，啊，股票到底是要续报还是要这个卖掉？啊，卖掉了之后再涨，有时候你不觉得你永远都在这个涨涨跌跌里面，你都在担心这个问题吗？其实微博老师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耶。我们先把这通讯息讲完，来，各位。但只要大盘不要像昨天，因为昨天跌幅比较大，昨天跌了将近快600点，
筹码多方的股票比较有抗跌或者是上涨机会。来，重点来了，我要讲之后的行情了。大盘下方还有支撑，好，目前耐心等待筹码转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跟各位讲啦，台股你不用太担心啦，这地方跌下来之后，是因为它涨多整理的过程当中，因为现在是震荡整理格局里面啦，所以这个行情整理完之后，只要等筹码转多，就还有机会再涨了啦。所以你现在应该要专注在什么？专注在股票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股票了，重点来了，很多人现在手上股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对不对？尤其是面到这种行情，面对这种行情，各位你不要看这种行情，这种行情跌的股票都比较多哦，跌的股票都比较多、哦、今天下跌的股票将近600家，上市的上柜也将近400家，加起来也是各位好都将近1000家，甚至像昨天了超过1400家股票下跌了。威宝老师觉得我要先解决大家的问题，因为假设你如果说你真的不会做操作，你想找一个老师来跟好来跟着操作，第一个呀，你要信任我这个人嘛。比如说我在节目上面讲的第一个是不是假的，我会不会骗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会骗人的话，各位那这个就跟各位没有任何关系啦。如果我讲的是假的，我的股票连续三根涨停板它是假的，那其实就没有任何好讨论的空间了，其实你甚至可以转台看看别人的节目。我觉得你要参加我的会员，我们要产生一种互信的一个状态。第一个，你要真的觉得我可以，所以我觉得要先帮你解决你的手上股票问题，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回到一个重点来，那既然这个行情现在在跌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你的股票下跌怎么办？如果你的股票下跌怎么办？卖掉、杀低、加码、续报，大概就这几个选项了哈。如果你的股票下跌怎么办？好，我先再次强调哦，我们看的不是一家股票的上涨跟下跌，它涨如果筹码是偏弱，我根本就不会看它，我根本就不会理它。它跌如果筹码是偏多，而且有主力做买进，那个会吸引我注意。所以我关注的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，你注意的是股票下跌了怎么办，我到底要不要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关注的是主力还在不在，筹码还在不在，还有没有机会涨。所以当你的股票遇到下跌的状况的话，你把它区分成两种。第一种，你一定要有能力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可以去检视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档股票的筹码状况，我们可以经过计算，经过这个我们的一个 model 一个模型去做一个计算，我可以知道这一家公司的目前筹码的实际状况。好，如果筹码是偏多，那或者是说我们了解到它有主力在里面，那下跌有没有关系？下跌没关系啊，反而下跌是拉回让你买进的机会。但如果你的股票是筹码偏弱，主力卖出，那你要不要卖出？你一定要跟着卖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我用我的股票来跟各位做举例，好，让各位知道一下什么样叫做有主力的股票，什么样叫做没有机会的股票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，我有分享这张股票给大家，叫4931的新胜利。好，当时候我把它称之为叫十月主力股，结果十月份它这边震荡了，十月份的新胜利它没有涨了，十月份的新胜利还在这边震荡了，它是十一月份才涨了，晚了一个月。好，当时候我们是听到说这一档主力股有人要做，所以我研究它的筹码也确实是有人做进场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要你做怎样，为十月、十一月到十二月做准备。那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说4931新胜利拉回就是买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我跟各位讲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有做买进动作。好，我们当时买新胜利的时候是因为它的筹码是多方。好，我们买进的时候我们是用拉回来做买进，我买在哪里？买在 35.9。 好，买在 35.9。 好，我买进了之后有没有马上涨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它不仅没有涨，各位，它还给我拉回来，它到10月11号的时候，新胜利这张股票还给我跌到多少？
跌到 32.4， 各位你知道我买多少吗？我买 35.9， 然后它还给我跌到 32.4， 好，现在糟糕啦，套牢啦。好，现在这问题来，对不对？我又回到刚才我们问大家问题哦，股票下跌怎么办？如果新胜利这一档股票的主力已经跑掉了，因为我们当时候我们锁定的时候，我也有跟各位讲得很清楚啊，我说新胜利这档股票它是由主力做锁定的，而且我那时候研究过筹码会涨，结果呢，十月份的时候它还在震荡整理，各位慢是慢了一点点啊，但是各位，它的主力没有跑的状况之下的话，那是不是还有机会？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那跌下来有没有关系？我请问各位，跌下来有没有关系？跌下来当然没有关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为什么我会讲新胜利这种股票是主力股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各位你看哦，11月11号攻上涨停板，好，这是这个起标的第一根，好，来到39.05。10月12号第二支涨停板，来到42.95。今天10月13号第三支涨停板，来到47.2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不是在炫耀绩效哈，我要让各位搞清楚哈。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候我们知道新胜利是主力股吗？你仔细想看看，可以连续三根涨停板的股票，可以连续三根涨停板的股票，这种股票它不是主力股，大盘现在在大跌啊。大盘在下跌的状况，它还可以逆势往上涨，你说这种股票它不是主力股吗？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一件事情，如果说你的股票它在下跌，但是它是主力股，各位，那你根本没有关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反过来讲，如果你的股票它不是主力股呢，它是比较偏弱的呢，我举例一档主力已经跑掉的股票给各位看好不好？很早以前就跑掉了啦，不是现在才跑掉了，来各位，这一档叫做1799的易威啊，好，有没有人有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哈，但是你看哦，它之前曾经是主力股哦，你看这种涨势，它不是主力股吗？它不是主力股吗？好，当主力股它从多少？各位你看哦，它从50几块涨到200多块，这边涨了4倍，但是你看哦，怎么上去怎么下来？从200多块，现在已经来到63块了。好，那我先给各位看证据好不好？我们从筹码部分来看证据，你就可以知道答案，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操作股票我会锁定筹码多方股票。你看哦，我这边把它稍微缩小一点来，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1799的易威，之前易威是一个波段涨势，它确实是主力股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候从筹码部分来看它是多方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筹码从这边的时候出现什么状态？出现筹码出现转弱的状态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位置点位大概是在200块的位置点位啊，200之上，大概在这个边，这边拉上来，大概这边，好，拉上来之后呢，各位从这个地方筹码告诉我出现转弱之后，一直到目前为止，各位你看一下，为什么它一直往下跌？你有没有发现它一直往下跌？所以，如果说你的股票是主力股，或者是筹码是多方的股票，像遇到这种大盘下跌，你根本不用担心啊，因为你的股票整理完之后它还会再涨。但如果说你的股票，比如说像易威，当初的易威筹码被主力全部卖掉了，全部卖掉之后，你看它，对不对？怎么上去怎么回来？今天价格嘞，从233的高点到今天只剩64块，今天最低还到63，还来到跌停板63。我跟各位讲，我们在市场上哈，你到底要做千里眼还是盲剑客？我请问大家哈，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筹码的状况之下，你会乱做，你会受到盘势的影响。像今天，搞不好你的股票你就随便把它卖掉了，但是说不定你的股票其实是不需要卖的。但反过来讲，你怎么知道你的股票要卖还是不要卖？但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还可以很清楚知道股票筹码的状况，我可以帮你来做检视，我甚至可以给你建议，你怎么不来找我呢？这是我的专业啊。我觉得我们互相信任的状况之下，就是说
我让你看一下证据，比如说一档股票为什么会上涨，我让你看证据；为什么会下跌，我也让你看证据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跟各位说啦，全市场没有人像我一样啦，把证据给各位看啦，全市场没有人像我一样啦，因为大部分的都是嘴巴讲讲而已啦，只有我把东西给各位看啦。其实我可以不用拿给各位看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可以用讲的啊，但我希望各位你知道说，我们为什么有能力当千里眼？我为什么有能力当千里眼？各位，为什么？那你是属于千里眼还是盲剑客？你要跟我一样当千里眼，还是说你要当盲剑客？你要哪一种？这种行情里面，当然要当千里眼啊！赚大钱要有好方法，赚大钱要有好方法。各位，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？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？所以，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你真的赚不到钱，你相信Weber老师，把你的资金转到这一档股票来。如果你，比如说，你这一波赚，怎么做怎么赔，怎么做都不会赚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你的股票会不会涨。各位，这张股票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只能买不能说。刚好利用大盘拉回来这个天，这两天是最好的买进机会。我跟各位讲，这两天真的是最好买进机会。你要利用大盘拉回的时候来做买进的动作，你不要去追涨，你不要去追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像比如说3211的顺达，我就不会叫你追了，因为顺达的买点不在这边啊。顺达的买点在哪边？顺达的买点，来来来，我把这个给各位看，我把它拆下来哈。你看顺达哦，当时候我们锁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属于主力股？顺达是不是也是属于主力股？对不对？来，什么时候？我们看一下时间点，10月11号，10月11号。好，我给各位看证据，为什么顺达这一波这么会涨？我直接先给各位看证据。好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，如果没有给各位看的话，可能也没什么时间的啦。来，各位，10月11号这一天，这是3211顺达。好，我们顺达这一天，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，看这一天的时间哈。这是不是2024年的10月11号？好，筹码这边绿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红色，也就是说它筹码这边在洗盘，但是它有翻红的状态。十月十一号是逐渐翻红，然后一直是翻红。好，我们看整体，10月11号是这一天。好，顺达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涨？从这边，它整理了很久一段时间开始起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们当初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你看哦，主力股就是这一种状况哦。什么叫主力股？各位你知道吗？什么叫主力股？涨停，然后今天，你知道什么叫主力股了吧？为什么我会说当初顺达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说这一档正在拉回，因为11月11号的时候它没涨啊。10月11号在这边啊，但筹码当时候翻红啊，所以我说什么？我说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说，顺达我研究筹码正在做吃货，我们是不是请各位来拿？但是今天已经涨到多少了？157啦，涨上去就涨上去了，涨上去没有关系，涨上去跟各位也没有关系，涨上去是跟我有关系，跟我的会员有买进的会员有关系，但接下来这档股票跟各位有关系。我说真的哈，今天我最后一次分享给大家，今天最后一次，而且只限来电。我前两天已经讲了，你们如果没有来拿，你今天只能来电索取，因为这档股票我明天我就不再讲，之后我翻开的时候，之后我给各位看，你就知道是什么了。我给各位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业绩是不是大爆发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大爆发，我在等它大爆发的时候，股票喷上去，我给各位看。但我不希望那个时候你才说啊，原来啊，我希望你现在来跟我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各位，我帮各位研究它的筹码状况，最主要是要控制风险。我再次跟各位说哈，我们操作股票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坚持买筹码齐涨？你知道吗？因为筹码齐涨的股票风险小获利大，所以你一定要买这种
筹码齐涨的股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档股票，各位一倍，我们这样讲哈，如果说你比较保守一点，或者是你不是很相信我啦，不要说一倍啦，30%可不可以？三只涨停板应该可以吧？对不对？顺达我们都抓四只涨停板的，好，然后这个新胜利我们也抓三只涨停板的，可以吧？不要说一倍，30%可不可以？好，30%你这档股票。因为这张股票是当时候我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，我参加一个聚会，我侧面得到的讯息，现场可能还没有听到我在讨论这档股票，他们在讲啊，然后我马上做研究了，所以我说这张股票你只能买不能说，好不好？你赶快来拿，赶快来拿。今天是我们这个分享这档股票给大家最后一天的机会，今天礼拜三是最后一天，我明天就不跟各位谈了。我们希望各位都可以买到，在这种行情里面，你要买的你就是买主力股，因为这种主力股再加上它的筹码多方，各位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大，不要错失，而且我都帮你研究过它的筹码了，现在还没涨，好不好？好好把握。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哈。股市操作，你不要当盲剑客哦，你不要看到股票涨就乱追哦。现阶段的这个行情里面，不是说你随便追你就可以赚到钱的。你要像我们一样当千里眼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当千里眼？比如说像顺达，对不对？在起涨的时候，10月份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机会。那威博老师也直接给各位看证据啊，顺达这张股票。为什么它的股价可以直接这样子往上涨？整理完之后直接往上冲，因为它的筹码是多方。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说，股票操作你要有好方法，好，不是只是乱射飞镖，然后看到涨随便去追，然后看到跌又随便去杀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现阶段有很多股票其实是具有机会的，那刚好现阶段也在拉回，但是有很多股票是不可以随便乱买的，你要有能力去做分辨。韦老师绝对有这样的能力，我这个部分我绝对有自信的，这个你来找我你就知道了。好，赚大钱一定要有好方法，所以各位这张股票赶快来拿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没涨。我会分享给大家的股票，我会带大家做，就是现阶段我不会让大家去追高，我自己都不追股票，我怎么会叫你去追啦？
我们要买的股票一定是买起涨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起涨的风险小。好，股票操作一定有风险哦，但是怎么样把风险控制在最小，然后我要你赚大钱。韦伯老师带会员非常小心非常用心，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会员的钱都是血汗钱，都是辛苦钱。所以各位，这档股票最佳最佳机会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档股票之后业绩会大爆发，然后目前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是说业绩会大爆发，但我已经研究过它的筹码状况了，没问题。如果筹码不是多方，我不会介绍给大家啦。好，所以各位赚一倍的机会来了。这张股票你拿到了之后，你直接去做买进。为什么？你不要跟别人讲了啦。好，你自己买，自己买，好不好？那你自己买的话，我目标是我自己操作，因为我已经带会员进场了啦。我目标我抓一倍啦。但你自己买，你要赚30%、50%，你自己决定。你有赚钱，我都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把握时间，今天最后一天，赶快来索取，只限来电。节目先进到这边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明天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